大家好，我是爱迪生啊。那么今天你们看到我这个架势摆出来，就知道我今天啊是没错，玄学重铸第四期。那么还没看过我前三期的朋友呢，可以倒回去看一下，是吧？我的玄学方法呢，总结了来自民间的非常多的方法啊，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啊，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今天呢，我又啊，你们看这边，这个是吧？我的太古阵法哈，我摆的太古阵法。那么今天我们的重铸的主角就是这个被动男人必须要带的妖邪必败啊，妖邪必败。今天我就来重铸这个东西哈。那么我准备了多少材料呢？啊，1000多的悬赏材料加7000多的遗忘之魂呢？本来我是说，双倍的悬赏材料嘛，那我就重铸200次。但是我才发现啊，悬赏材料是翻倍了，但是这个遗忘之魂没有翻倍。掐指一算，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等不及了，今天一定要给大家重铸了。啊，这是个良辰吉时，今天宜重铸是吧？好，那么就剩这个红光了，只要这个红光啊一降临，这个阵法就活了是吧？这个阵法就活了。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了啊。那开始之前也先念一下我们的八字真言是什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好，直接开始吧。这能重铸多少次啊？应该能重铸个150-160次哈。开始吧。好，一发入魂。哎，你看第一发就来了个，哎呦，这个还可以噻，这个相当可以啊。这白字有点低哈，这白字有点低。哇，第一发就感觉还行，这白字是有点低。嗯，不妥协啊，不妥协。上次我妥协被大家笑话，不妥协。第二发啊，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说这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不是？我重铸了那么多次之后呢，哎呦，这个怎么感觉也还行啊。哎，不妥协，不妥协啊。我重铸了好几期之后呢，又领悟出来另外一个道理。那么我又领悟出了另外一个道理哈，就是什么？哎，等一下，这个好像也还行哎。哇，这个不妥协有点蛋疼啊，这个不妥协有点蛋疼。这个哎，不要，不妥协。那么经过几次重铸以后呢，我又领悟出了另外一个道理，是什么？叫做求而不得，往往不求而得。这句话大家怎么理解呢？什么叫求而不得，不求而得？其实求而不得跟不求而得呢，啊，它有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你都是想得到的，啊，不是说你，不求而得了，就说你不求我就不想要了。其实得啊是它们相同性质，你都是想得到，但是呢，你求跟不求呢，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求呢，说实话，它是一种比较负面的情绪哈，啊，是一种比较负面的情绪。按照那个弗洛伊德啊或者什么的那种心理学说来说，求是属于表层的意识，是吧？比较表层的意识啊，是比较那种像佛家、道家修道修炼的话，啊，这个心态是要去除啊，是个不好的一个心态。修身养性啊，就要放弃求这个心态。那为什么叫不求而得呢？不求不代表不想要了，而是说啊，你坚信你会得到，所以你就不求了嘛。就像说，就好比说，你太阳每天都东升西落是吧？你不用求它，因为你相信它明天一定会东升西落啊，当它明天就会东升西落，它会从东边升起来是吧？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来，这是全人类啊都共同的啊相信啊，这是在整个人类的这种集体潜意识里面啊，是集体潜意识。好，所以啊，你不求，你坚信它，你会得到，你坚信你会得到，那你就一定会得到啊。这个呢，就是另外一种叫做叫做吸引力法则啊，吸引力法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说，你越坚信你会
会怎么样，那么你就会离你想要的那个事物、啊、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啊，成为最后成为你想变成的那个东西，是吧？不管是你说我想变成蚂蚁，只要你坚信啊，坚信哈、啊，你能变成蚂蚁，那么你就会离马云啊越来越靠近。所以呢，这心态非常重要啊。我玄绝重铸了那么多期之后呢，我心态已经非常坦然。我已经差不多可以做到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个水平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吧？就是看开。那么呢，我坚信啊，我这次呢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是吧？而且我，你看我阵法都摆好了，是吧？阵法都摆好，所以你看我刚刚都不妥协，因为我坚信了，我这次一定有太阳，所以我阵法都摆好，然后我也不妥协，是吧？刚刚有两个属性其实还不错的啊，我都不妥协。那么我们这次要什么才？那要什么词缀的？这要挟必败，首先就是高特效啊，495以上的特效。当然你太古的话就是满500特效。然后呢，要实伤害，要 CDR， 最好呢有攻速哈、啊，最好呢有攻速。那没有攻速呢，超差点也行啊、嗯，最好就有实伤害 CDR。就可以。那么刚刚出了几个远古，其实属性都不错。你看我们不妥协是吧？我达到另外一个境界了，不妥协。来吧，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吸引力法则，就是其实呢，跟那个就是说，你要相信你能得到，啊，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是吧？你相信你能成功，你相信你能考试能过。那么这个相信呢，不是那种很表层的相信，而是你坚信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就像你相信太阳明天会从东边升起来一样，那种相信你能做到那种境界啊，是吧？所谓意识决定物质，大家有点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其实我们东方的这个哲学里面都是意识啊决定物质。其实现代科学呢，包括量子力学呢，也越来越发现，是不是，哎，这个意识与物质之间的一个关系，是吧？像薛定谔的猫啊，什么什么什么双缝什么干涉实验呢、啊、其实都啊都在找这个，从这个往这个理论研究上面出发，就意识是决定物质，是吧？意识是决定物质，所以我们的意识世界呢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好，现在已经重铸了多少次了，我一直都没有看啊、哎、还不到一半，没关系，不到一半，已经出了几个，刚刚已经出了几个属性不错的，是吧？地下就出了属性不错的。那么我们既然我相信他，我能得到太古，我干嘛要妥协呢？是不是？我就一直这么按就行了，是吧？不要说中间出了一个远古属性还不错你就妥协，那这样子你很容易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好，那么上一期我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所以我的杀猪刀呢失败了啊，失败了。这次呢，我不会这个重蹈覆辙，是不是？人就是要这样子啊，吃一堑要长一智。啊，上一次呢，我妥协了，啊，被网友笑话了啊，你妥协了，你太古没有，我觉得很有道理，很有道理，不能妥协，是吧？不能妥协。啊，这已经过了一半了哈，已经重铸了过半，我材料已经过半了。坚信会得到的，大家不用着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来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这个只有2800的这个魂了，啊，还能重铸个50次啊，50多次。然后呢，我再说一下，我上次出太古呢是有个是5000遗忘之魂左右。这个不要，我上次出太古呢是7000遗忘之魂，我说错，7000。那么现在已经，我刚刚就攒到7700嘛，就中间这700的这个遗忘之魂呢，我是没有出过太古的哈，啊，我也是用了这个，他们说是科学啊，也有人说是玄学。
不管，反正我就这样子，然后加上我这个太古阵法，对吧，加上我掐指一算啊，掐指一算，今天我觉得要出了，要出了，来吧。哎呀，有一点点就是说后悔刚刚没有妥协，是不是啊？随着这个材料越来越低呢，越来越少，啊，又感觉又怀念刚刚第一把的那个远古了，是吧？有点怀念了，有点怀念。怎么办嘞？没有关系哈，没有关系。我坚信会出的，是吧？求而不得，往往不求而得，啊。吸引力法则是吧，我相信，不然我不会今天来重铸，就是因为我相信今天啊他一定能得到，是吧，我才来的，我才来的，是吧。好，目前为止呢就第一把跟就头几把有两把是能看的，是吧，剩下的都还不太行，后面好像这个远古概率变少了，刚刚感觉前十下的时候出了好几次远古，是吧，出了 好几次远古。嗯，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啊还有很多，你看还有几万的这个蓝白黄材料了，是不是，我们等会还是铁匠可以 再搏一把，是吧，还有一些铁匠搏一把，好，还可以去铁匠搏一把。好的，感觉啊这 只剩下900了，900没多少次了哈，没多少次了啊，这7000的这个遗忘之魂、啊、就这样卡奈赌场吧，是吧，卡奈赌场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卡奈赌场就是这样子，你进得来这个赌场就是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是不是，你一旦按下重铸这个按钮，你就已经把灵魂了交给了佐敦，啊，你就不应该去想太多，啊，就要看淡一点。他鼓励着你再去刷，再去刷，啊，多去刷几把。嗯，这个，要是这个技能冷却时间高点就好了 ，CDR 才6啊，有点太低，加上这个特效也稍微有点低哈，所以呢，我们还是啊不妥协，不妥协，不妥协。没有关系，是不是没有关系，你现在你看他们打高层的都是啊，跟这个武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给你把太古也不见得你就能过150，所以说武器呢只是一个没有太大关系，就算拿一般的也可以，也可以嘛，干嘛一定要追求太古嘞，是不是，我做这个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的，是不是啊，没了，哦行吧，那这个太古阵法啊，暂时没有起到效果，没关系啊。铁匠大叔啊，铁匠这大叔这里还有是吧？我要做什么？双手连加，是吧？双手连加啊，双手连加，来个20把吧。啊，我这太古阵法还是在这里保持着哈。啊，我太古阵法还是放在这里。来升级稀有物品，那么这个的这有点 tricky 了，有点，万一他来了一个别的太古连家，那也就很搞笑了。要血必败，看一下，没有。没有。哎，又一个要血必败。没有哈。不着急，我们不着急是吧，哎，其实这个也可以哈，这冲锋连家也可以。暂时不好哈，不好，没有我那个好。其实这个绿的也行哈，因为我平时速刷用这个，他们给我个绿的这个太古呢，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啊，我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吧？我相信啊，一定会出太古，一定会，是不是？啊，没有。上次我重铸杀猪刀，重铸了150次，然后啊重铸100次，然后升级了150次，是吧？好像是。啊，这次我们
不要那个好吧，不要把材料全部堵完，我们留点，多少留点是吧，多少留一点啊，上次一上头了啊，全部堵完了啊，这也是一个不好的情绪是吧，我们这种修道之人玄学之人呢也是要就是不好的啊，上头了反正就不好的，不好啊。好了，这有一个，这有一个不好，没有我的哈哈。好，我们再来铁匠大叔，这分解分解，哇，现在分解小心点哦，不要把我的太古给分解。好，都不是很好哈，这些都不是很好。刚刚是做多少把？我觉得好像做21把，21把是正好可以把这包给删了。我又来了，又来了，去 ATM 啊，就是铁匠大叔，就是像银行的这个取款机是吧？你赌钱赌没了，去那里取点钱再来啊、再来，是吧？再战20把，是不是像极了赌场？像极了，同学们，这是不好的，我是给你们做错误的示范，千万不能上头啊，千万不能上头，一定要控制好自己，是吧？控制好自己。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啊，我刚刚说什么？啊，吸引力法则，对，吸引力法则，大家去看一下。其实我今天重要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这个吸引力法则，是吧？吸引力法则。啊，首先呢，你就要自信，那么这种自信呢，不是那种盲目的自信啊，而是深层次的这种自信。所谓心诚则灵，心想事成啊，这些古人的话呢，其实是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啊。意识决定物质啊，这是量子力学最前沿的这种科学理论啊，提出来的一种啊，目前来说是一种啊未被证实的理论吧。其实我觉得以后呢，都会被证实的。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早就说过了，是吧？老祖宗的智慧早就说过了，我们《道德经》里面啊，包括那个什么吕洞宾写的那个《全真教太乙真经》里面啊，其实都有提到这个，都有提到这个。在老祖宗早就知道这个，所以说我们科学到底啊，这么几百年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啊，不好说啊，真不好说，是吧？虽然我们发明了汽车，是吧？那跟古时候的马车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这个世界，是不是？你只有从物质层面的啊转到意识层面才算啊真正的从本质上啊人类文明才得到一种突破啊，得到一种突破啊。再来哈，好，又来20把，又去银行那里取钱了是吧？取钱了又来了，啊，又来取钱了。我们刚刚呢重注呢就玩的是百家乐，现在我们玩的这个就是俄罗斯轮盘啊，也差不多道理，差不多道理啊，都不是好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啊。建议大家呢都不要啊过多的玩，偶尔玩一玩可以了是吧？千万不要上头啊，千万不要上头。我这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顺便呢就一边啊做这个的时候呢跟大家讲一讲这种啊老祖宗的智慧，是不是？真的，意识是决定物质啊。为什么太阳会从东边升起呢？就是因为我们全人类或者说整个太阳系的生物的集体潜意识里面都认为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所以呢太阳就从东边升起了啊。除了什么？除了哪个星球它的自转方向是反的，是吧？那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升起来啊？除了好像不是金星，是吧？金星的自转方向是反的，是吧？是反的。那从他们星球要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升起来？至于这个金星为什么是啊自西向东转的
啊，不是，就金星的这个自转方向为什么是跟地球跟所有的行星都是反的，跟我们九大行星所有行星都是反着来的，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非常有趣的话题，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自行的搜索一下，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有意思。好，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有意思，来，我们再来吧，21把，这是第几次21把了？已经不知道了。啊，你看这个取钱多方便，啊，取钱太方便了哈，赌场取钱永远是最方便，那个 ATM 是最快的，你们可以去试一下。你去看一下那个别的银行，啊，去银行里面取那钱，那 ATM 慢的要死，赌场的 ATM 啊，哇，巨快无比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哈。这就是赌场这种坑爹的地方，不要赌，不要赌啊！你看我刚刚7700个遗忘之魂是吧？7700，说没啊就没了，他几分钟、5分钟就没了，刷了多久？刷了快10天呢，是不是？从上一次玄学重铸完之后，我这次重到我这一期啊，玄学重铸。多少天了？反正我刷了很久了，1个多星期吧，肯定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对对，其实你我刚刚我也说过了嘛，你冲高多少层呢？跟这个武器啊好坏当然有关系，但是呢，没有说特别特别大的关系，是吧？你120层你冲不过去，就算给你换一把太古也不见得你马上就能冲过去了啊，这个大家呢就不用的太过于纠结这个啊，是不是太古啊，有没有毕业啊，差不多就行了。你看我现在这把，就还行吧，还行，勉勉强强，勉勉强强，勉勉强强，是吧？啊，又是21把，你看又玩完啊！这21把不是俄罗斯轮盘，是21点是吧？21点，我们玩的是21点哈。啊，你看我这样分解，是不是又能重铸几次了？来吧，啊，感觉我们那个硫磺又够了，是不是？先打21把行吗？先打。我们又来玩21点了啊！好，来吧，又取了钱了，又来了。哎，点错了，点错了。好，我们再来重铸一次呗。能重铸几次啊？能重铸2次呢？大家看哈，再重铸2次，来一次，再来一次。这个400不行啊，这不行。没关系，那我们就干嘛升级，是不是？你看这种自给自足是吧，自己升级自己分解啊，然后再自己重铸，完全不依赖他人，多好是吧？自己摁错。其实我有点后悔，就是上次我弄那个杀猪刀，因为杀猪刀自从我这个重铸完之后啊，我就根本没用过，我就转这个被动三光啊，其实被动三光冲层啊，还是比主动要潜力要高很多。我杀猪刀当时冲到120层，冲不上去好像啊，120多层。然后我一换被动三光是吧，拿了一把这种比较很普通的妖邪必败是吧，直接冲了3-4层。现在我冲到了127层，127层什么概念啊？在北美啊，能排天梯能排个前几十名啊。能排前几十名了，我之前考试读书最厉害的时候都没有考过年级前几十名，是不是？我现在终于可以自豪的跟我妈妈说，妈，我是年级，不是年级，我是全北美，哎，排名前50的，排名前50，牛不牛逼？我妈，啊，自不自豪？是不是？
真的是啊。这个阵法呢，这太古这个阵法我可能再研究研究是吧，感觉是有点瑕疵啊，可能这里这个物品这个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啊没有搭配好，没有搭配好，我再回去研究研究是吧，再研究研究，然后下次再来是吧。啊，我是给大家做测试哈，做测试，大家赌博是不好，那么等我真的测试好了，大家就知道啊，拿到底哪种方法，这个阵呢到底要怎么摆才是最好的，是不是？我们还有多少？还有多少那个材料？还有多少材料？还有很多哈，应该还有很多材料吧？看一下有多少材料，还有5000多个，还可以哈。看看我现在天梯多少名吧。我刚刚说我天梯多少名？120哦，打了120哦，我掉到年级前74了。我本来是年级前20-30名的，我记得30几名。啊，几天没有冲了，然后又掉下来了。没关系，没关系，是吧？读几次图啊，又能冲上去。啊，没关系。就把那个幽灵水晶再消耗消耗就差不多了是吧，那幽灵水晶在这个背包里放的太多也不好不好，就把它消耗一下是吧。我已经那个升级了多少次了，应该有个100多次了吧，至少有100多次。来吧来吧，让我死了这条心吧。嗯，这有点不科学是吧，我已经有700光了，700个这个对吧，都没有出太古了。那我掐指一算，我算过的，今天应该要出了是吧，今天应该要出了。哦对，上次我重铸完杀猪刀之后不是重铸了100次啊，然后升级了150次，结果悲剧了嘛。然后呢我就随便去打一打嘛。哎，结果我就随便一打就掉太古。所以当时应该再坚持一下是吧，再坚持一下。再升级多几把可能就出了。哎，我是有点，当时是有点搞笑哈，觉得有点哎怎么打错了，哇哎掉了一没有没事啊，我好像摁错了，刚刚说是打211，不可能哈，不可能，没事啊，继续。这个玄学重铸呢，感觉从来就这个是不是？大家我看论坛里面都说的好简单啊，啊，说你卡个500光去重铸啊，很容易就出了，一发入魂，5发入魂是吧？但是怎么在我这里就不太行得通？是不是这个阵法是摆的不够好，还是说我哪里操作有失误？理论上是没有的，我觉得理论上是没有，我都做的还可以，是不是？你看，是吧？也按照了很多玄学方法已经来了。对，你给我一把别的东西也行，给我把别的也行，是不是？现在好像远古都很少了是吧，我们刚那个时候还有好多远古的，刚重铸点刚头几下点的时候是不是，现在连远古都少了很多了。
同学不好意思，刚刚我的相机好像提示我是内存卡满了还是怎么样，那么就赶紧的把这个把这几个重铸完了，我们就不来了，就不来了。那么这相机你看也很人性化，是不是提醒我不要再赌博了，不要上头了，是吧？上次就没有提醒我，导致我破产。那这次在我破产的边缘呢，及时啊，这个相机提醒我啊，就是不要再那个。现在的 AI 就做得非常的好啊，我非常的感谢它。这感觉还行，一会儿再看吧。啊，都还行。是不是好像也不是内存卡满了？为什么这个相机刚刚突然自动关机了呢？是过热吗？还是什么？我有录那么久吗？不知道啊。我把这个把这次重铸完了就可以，把这升级完就，我们就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好不好？啊，最后这么六七把，我们看一看哈，有没有这个阵法到底会不会啊，在最后的时刻。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呢？好，最后一把，来要写 B 白看一下，没有哈，没有，把那个分解了，分解的时候应该还能再重铸一次吧，最后重铸一次哈。把这分解了，然后最后重铸一次。这个，没有我的好。这个光速器，感觉好像比我的好一些，先留一下吧，留一下。好，不要破坏我的阵法，先放地上哈。我们最后重铸一次，我们就大结局了，好吧？第四期我们就到这里，啊，完美的收官了。好了，没有了，谢谢大家观看。